即位金色的金牛，敢若予金牛光一个名，我予阮三贤甲五正体挑战。可是天下幽灵有厉害，即位我来代替予阮的紫金城的教徒做来做代志，有缘失败，来受了天下幽灵失败了，破命回转予阮的紫金城。来向教主的报告，希望教主会当下面为我报仇，收徒的天下有良药啊！最无情、无情人，有被怪鸟在这所在惊起鬼魂啊，败了归还；有被怪鸟伸下手为强，万下手受宰殃。实在了，就我有被怪鸟打退队伍的无情人。
祖庭最无忌啦。以我这个高血点干的国家的专业无锡的干活，由于我来告在这个所在路告在青天，俺抓的路告在青天了，在这个所在呼叫鬼声，多情在路多情人，多情在路多情人到底什么用意？谁在后边面对着前天跨前相信啊？当起母亲人，你今日就不可能心病了，强敌乌白怪鸟来对杀了你母亲人，已经连了出事，如果在万灯前天要别人下水外水后边边对着前面去挂这个相机了。都什么公司了？在这个所在拉杂料理，又比两下去路，又比没路高在前天爱生见鬼，比那多天的第三公司呐！谁的那九坛的莲回宫再多九莲回养你相当，谁是要关键的得了要在满灯前面观看恶别怪鸟，你使用在你母亲人对他你谁的谁是不是多情再多不去人这种
无天日路过在伊前面去，两间一转间就不见了无天日。无天日到底哪里进去？一路不见了哩，无天日哩！你那头前所在，射出一阵的铁闪电光，铁闪电光出现。提来个咩人？甲铁闪电光吃，也就东吹西。玉璧铃声动过了，伊多情的再度多情人叫王爷。安装别人头前的所在，射出一阵的铁闪电光。不会更是多情的再度多情人出现吗？古币怪了向前跨一个相思呀。身边而且你身躯射出了一阵奇什么灵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比怪了，你来一路走在前面，怎是面对打无情人的气球？未来对打多情再入多情人吧。旁边的你讲，我不是你什么打吹多情再入多情人啦、啊。我别怪了，我别怪了。来世再会，绝了。英俊潇洒，这个神笔者都是多情债主多情人。在外面啊，头前讲几句话了后，就来离开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多情人，你咋晓得哩？我代替个别人，什么家伙哩？你晓得来啦？
今天一路前而登，苦海满顶铺，你命无忧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在前面去，竟然不见乌鼻怪鸟嘞！乌鼻怪鸟，乌鼻怪鸟的理由？救命！救命！灵蛇是我以为。乌鼻怪鸟已经完了，但是最后一再回见了你个鼻灵蛇一面，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想不到，我是风动万里高，惊动天下一只乌鼻怪鸟。既然你在了前天所在来抢得了多情债主多情人一面了，连死的赶回机会都无。既然你到此来变成如此下场，失去了不明不明多情债主多情人，可真有厉害。我只就可以使用家人阴面的手段。有命，我是要太不管了。先命我乌鼻怪鸟，安尼就来死我太不管。我来死了后，请你尽量看我怎会生魂。到底多情的债主、多情人是用什么功夫、用什么手段来相打我？也那无只，我是生命一个乌鼻怪鸟，今仔日干了等，突然死在了伊手头。研究必须死个个了后，人研究出来，希望你个鼻灵蛇为我不还手。你那无够难，我拜托邀请天啊幽灵亮出江湖啊！乌鼻怪鸟，乌鼻怪鸟，生命天来乌鼻怪鸟，一命归阴必死。无情的朋友，多情的债主，多情人，你是用什么感悟来伤害的乌鼻怪鸟？连乌鼻怪鸟这个生命生格一万事情不得不干，连出手连出脚的机会都无。有鼻灵蛇，咱看乌鼻怪鸟的凶魂看卖哩。啊呀！无情债主多情人。你就是死的只会干我来怕死乌鼻怪鸟，我命休咯！多情人，无情的朋友，多情人啊！用鼻灵蛇来使用蛇来看了乌鼻怪鸟尸体凶魂，看见使用蛇使我的鼻灵蛇魂走九霄三千里，必斩庐山十二虎。想不到，想不到你多情人做死的来怕死乌鼻怪鸟，这就干我。一步就开口无情见影转人讲的讲话，一步的讲话就是当初时你才召集那本阴修录来对江湖基督的一步。想不到想不到无情的朋友，你连生着这本阴修录来对不敢的江湖
来伤害了乌鼻怪鸟。好，玉鼻灵声世外，既然无论我来下水梦醒，我依然会来围在了乌鼻怪鸟来报冤仇。无一个朋友，无一个朋友，多谢你再做多情人，你才收得来啦！心中的飞燕刚对来搞这个苏大人不见了不情人，不见了无一个朋友不情人啊！一对气功来到地，用过了乌鼻怪鸟的尸体拍成大锤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那个苦用过了乌鼻怪鸟尸体？人把腿，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假使别人都别过腿，谁莫养鬼了？我别怪了，谁才化人把腿？玉璧，你那包吃槟榔都被收徒的死了。是啊，感觉你来一条嘛，有别人是啊，感觉是你来去嘛呀。就是你个别人是谁的了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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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细声在了剑中天的所在，但啊在你就变成声来到在剑中天的三四秒。我一尊谁来到在剑中天的所在？不错，今为了无比贵了技术，不见了剑面剑细声条件就必来到在剑中天。玉璧两声为在无比贵了不完的手头一名被收到你剑细声的性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使用的剑细声玉璧。今日到在剑中天，天啊顶有路你不去，地个无门你传进来。再度九年回以来，俺来给我摩天总结了啊！